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非你莫属节目的经典板块银发族，让我们掌声有请花甲组合。欢迎二位，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，好吗？我叫王志祥，今年67岁。我叫范开建，今年69岁。这个王叔叔、范叔叔都是非常喜欢口琴，您们是在一个单位退休的吗？不是，因为口琴结缘嘛。我是从上中学在学校的时候呢，看同学吹也跟着学，跟着学慢慢就喜欢上了。但是工作的几十年吧，就基本上没怎么吹。退休以后呢，到公园转，对，转着转着看有吹口琴的，这么着就碰到王老师了，就是在公园这么认识。吹口琴认识。将近20年了，就一直就我们俩就这么形影不离吧。我是插队知青，从小喜欢吹口琴，自己就从小摸索着吹吹吹吹，哎，吹出一小歌来。比如说当时我们隔麦子吧，累了大家伙呢，王志祥，你吹口琴。给我们吹一个口琴哦，然后我们唱个歌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在田边柳树底下休息时候，哎，给大家演一口琴。有人唱歌，然后您们吹口琴。我们吹口琴。我们这儿有会唱歌的，咱要不把当年情景再现一下？我爱你中国，您二位这吹起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来，一莫，我们掌声有请。二位叔叔吹得怎么样？非常专业，跟我配合的也特别好，所以特别感谢各位老师。唱的也特别起劲儿哈。是是。采访一下王叔叔和范叔叔，我们这丫头唱的还成吧？够棒的。她老了以后能在公园里边就是吸引大家的目光，对吧？不用老了，老了。现在就行，是吧？再次把掌声送给一莫，谢谢谢谢。刚才您二位算是露了一手。当时在下乡的时候，就通过吹口琴跟大伙儿就度过这个业余时间。那回城工作以后，日常生活当中口琴还扮演着这么重要的角色吗？我一直在单位里头搞宣传工作。81年的时候呢，我有幸呢参加了北京口琴会，进行一下系统的学习。口琴呢，给我们大家有一种印象，好像是一种玩具似的哈，像小玩具。实际上，口琴呢很多很多的种类，有不同的音色。不同的形状啊，不同的用途，和口琴乐团或者是口琴重奏、合奏、小合奏和大乐团所组成，还有这么多的讲究。对，看来您对口琴的这个了解不仅仅是会吹，而且非常的钻研啊。嗨，就是喜欢嘛。王老师，我们说了半天想听您们花甲组合给我们吹一首曲子，大伙儿说好不好啊？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让您两位这个白吹，我们有准备，给您准备了伴舞蹈演员，而且个顶个的年轻，都跟我一样17、18的，哦，特别年轻啊，有这准备，有这准备。所以说，请您二位花甲组合给我们带来一首曲子，曲目您定，我们的伴舞演员配着您跳，您看行吗？可以可以。来，我们把掌声送给花甲组合。
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四位漂亮的舞蹈演员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我先问一下范老师，就是王老师不仅会吹口琴，而且对于口琴他很有研究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一般喜欢一样东西并且愿意去钻研的人，他下一个阶段都会走入到一个词叫收藏。家里好多口琴呢，是吧？各种各类的口琴都有。今儿给我们带来了吗？带了一部分。真带来一部分了。带来一部分，想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哎呦，咱们全世界有什么样的口琴？咱们全国有什么样的口琴？太好了，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啊！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些宝贝好不好？我收藏口琴基本上就是复音口琴多。复音口琴就是咱们平常大家伙喜欢吹口琴，一般都买这种口琴，比较常用啊，复音比较常用的复音常用的口琴。这个口琴叫和弦口琴，这个口琴呢是在口琴乐团里头的一种伴奏型口琴，就是专门给主音伴奏。能给我们吹两下吗？可以，主要它都是和声。啊，这声都是混声。就是范老师有点加了混响那个感觉，是吗？它是几个音同时发响，它是不同的音在里头，符合主音，就等于给主音伴奏。这样的话呢就形成比较舒服了，比较美，而且还有节奏感。王老师，我可以理解为这个是目前您收藏里头最长的口琴吗？这目前也是不是我收藏最长的，而且现在目前是全国世界上都最长的，我比他那个长6.5公分。嚯，您现在比最长的还要长啊？对，还要长。哎呦，那您所以这现在呢，这个是有根音的，就是也就是说我跟范老师我不用再拿贝斯口琴了，这个就拿这就可以喝了。哦，哎，您说到贝斯口琴，我们能展示一下吗？能展示。这个口琴也是在乐团里用的，我给大家模仿一段大提琴独奏《黄河》。真好听，这个叫贝斯口琴啊。那我接下来就挑这个我看着感兴趣的了哈。这个叫什么口琴啊？这我头一回，大家注意看这侧面，这是一个圆筒形的。来，给您，这个口琴是笛声口琴。笛声口琴啊，由于它这个底下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回声部分啊，所以它吹出来以后有点像那风笛的感觉。哦，啊，大家听一下啊。还真挺好听的。嗯，然后我感兴趣的是那把这么小的，这也能吹吗？能吹。您给我们展示一下，这叫什么口琴？这个小袖珍啊，对，这个小的是时空口琴，吹这个口琴都是吹一种的爵士乐。哦，爵士就比如说像国外的爵士乐队，携带方便，比较小。如果要出音色的话，像这种都是，这种也是，它比较大，像这种也是，这双联时空口琴，两边都能吹，啊，都有音。这种感觉，真好听啊。这把口琴是，还有，这是一个六音节口琴，哇，六个调，每个调非常好听。改调，哎，我想问问您，这些口琴里头哪个您觉得最有特殊的意义？我们孩子啊知道我喜欢口琴，然后呢每年过生日都送我一把口琴。这个口琴呢是
珍藏版的，就是我60岁我儿子给我的礼物。来，感谢您把这么珍贵的礼物哈带给我们一块儿分享。哇，我可以替您拿着展示一下吗？大家看一下，这口琴是铃声口琴，这个口琴是属于收藏，一般的平时都是不演奏用，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口琴它是可以演奏的，就是自己吹口琴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伴奏，这是两个小铃声。哇啊，它是有音的，那个这样的话在吹口琴的时候呢，然后把这个自己给自己伴奏。您给我们吹、啊、吹两下去。谢谢谢谢王老师啊，把您的这个心爱之物，也算是收藏当中的最珍贵的口琴，拿出来给我们展示和大家分享。这个琴他们大家一伙儿一说，哎呦，说王老师你怎么得花多少钱呀、啊？花不了多少钱，有几百的，有几十的，是吧？这个还有这个有高级的，有低级的。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口琴有的价格也不菲。您像这后头我注意到它这有标签，对对吧？像这个对对，欧元124.5欧元，我能打开看看吗？那可以，这是进口的，这个。这个应该也是您孩子送给您的吧？对对对对啊、嗯，看看啊，这是做子女的一份孝心啊，既好看，而且呢，哦，我注意到它这里头都是木质的，对是吧？对对，木质的，真好。您有一个孝顺儿子，可以，他这知道我喜欢口琴。过生日，爸送您一礼物，也嘿，我也高兴，喜欢。您现在总共收藏了多少把口琴？三百多把吧。三百多把。嗯，根据口琴的不同种类和不同音色，嗯，我们就组织成口琴乐团。啊，一般的口琴这个重奏，像，德国口琴乐团，还有荷兰口琴乐团，还有以色列口琴乐团，像咱们中国口琴乐团也是非常棒的。学习口琴没有年龄限限，我教口琴教那个最大岁数的现在是83岁，最小的我教的是5岁。口琴呢是作为这个音乐启蒙教育最便宜最方便的一种乐器。但是王老师啊，我这个愿意给您出难题，您说的这么有来道趣的，拿它吹中国的传统音乐能吹吗？可以。吹京剧能吹吗？这个可有点难为人了吧。哎，我觉得不难为人、啊、你看一首曲子当中分高声部什么低声部，我说的可能不专业哈、啊、我就想考考您，吹京剧行吗？能、嗯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有一次我们俩在公园，有一个票友就是喜欢去说，王老师你给我们伴奏一个。后来伴奏了吗？那一次没伴奏、啊、我们俩回来，对我们俩是一个刺激。哎呦，这东西怎么在这儿让人给问住了，栽面了，粘那儿了。然后我们俩回去说，一定要学一学这京剧，给它形成一种哎像胡气的感觉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花甲组合，给我们用口琴吹上一段京剧。可以，来，我们掌声送给花甲组合。
这个金钮制豆用口琴吹出来，我是第一次听。今天在我们银发族这个环节的最后，二位老先生能不能再次接受我的一个请求，就是跟咱们学口琴的小朋友们同台演奏一曲呢？可以，老少结合，可以，既有传承也有创新，既有过去悠久的历史，更有未来无限的可能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花甲组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同时也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非你莫属银发族环节。来，掌声有请